2021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影响，但还是有许多艺人在疫情趋缓的情况下登上小巨蛋开唱。像年初第一弹就是暌违五年再度攻蛋的甜心教主王心凌，除了有经典歌曲陪伴大家，这次还特地邀请到这位重量级嘉宾。没有，我其实一直都听得到老师，我是怕老师听不到我的声音，因为今晚我想来点。今晚我想来点吴宝老师的拥抱。是成功收集到伍佰老师的抱抱，另一边还有情歌王子光良找来超疯癫人气当嘉宾，场面是整组都歪掉。你孤独一个人的时候都怎么解决一些一个人的时候的需求？用右手还是用左手？来，你都用哪一只手？我先帮你消毒。两只都有，两只都有吗？真的，有时候累咩？没有，我很紧张。为什么？我以为你会脱我的衣服。台北唱到高雄，次月又再唱回小巨蛋，直接跟天团在台上合体，只是这个台语让人捏一把冷汗。我一直很好奇，茄子蛋的台语是怎样讲？桥啊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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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桥啊。看到恁就想要讲台语。好，恁的台语的歌词写甲真好。啊，阮边边边抬杠边回去。哪行哪等。刚刚人。鸡鸭卵，它是接上的蛋。鸡鸭卵，这种叫鸡鸭卵。哦，鸡鸭。对。当然不能只有九令，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的场子，竟然也出现一位女神。大家好，我是甜布丁。很好笑吗？蛮可爱的吧。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，我好像是田家的一份子一样。我觉得富凯好像我们的凯凯，好像我们的家人，像弟弟一样。天妈说。你比我家的孩子还像我家的孩子。妈，我不是你的新官包围吗？妈妈。哎，拍谁啊？拍谁？拍谁？我以为我是江雄明珠。江雄明珠。科科金曲天后的部分，还是先听唱歌就好了。